中华民国113年国庆升旗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请脱帽，唱国歌。36公尺的巨幅国旗的画面，36公尺宽，36公尺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在我们眼前，所有的朋友高举您的国旗。国庆的升旗典礼也吸引了超过5000名市民来到了现场。当然，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呢，就有惠文高中带来的一队演出。而这长36公尺、宽24公尺的巨幅拍机的镜头画面，也可以看到这巨幅国旗在市府前广场非常的壮观。现在一起唱国歌。美声领唱国歌，而这凌晨的4、5点就有不少人来排队领取。以上是我们在台中市府。Thank you.
民国113年国庆升旗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所有来宾请脱帽，主席请就位，唱国歌。我下可以连。好 ，OK。好 ，OK。转身面向国旗，升旗向国旗敬礼。好，好，各位观众，这是国庆大典。今天早上呢，其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前总统马英九在前往总统府来出席升旗之前呢，他们来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来升旗，来看一下现场画面。升旗的典礼，那所有人呢是目光面向了国民党中央门口的国旗。那目前在进行升旗的典礼，出席的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党籍立委，包括曾政乾、还有罗志强、包括谢依凤等等的立委都出席了。那同时呢，前总统马英九他也按惯例来到了党中央门口来升旗。以上是讲最新。升旗毕，主席请复位，全体来宾请复帽。Thank you.